今天啊，到银滩这个中西部来办事儿啊，这也是党校站啊，这边有一个停车场啊，北斗湾大酒店在这里，咱们过来看看啊，这是鲁山市委党校在此啊，这有一个免费停车场，咱过来看看啊，免费停车场，温水淋浴换衣服都有啊，小木屋前面有。这些花啊，有的正盛开，有的都开败了，有的还没有开花过多。哎呦，怎么这里啊？这个什么季节啊？咱四月中旬吧，还不到啊。咱们这个地方停车场已经有一些房车了啊。这是辽地啊，咱下来不行拍拍吧，看看。自驾走天涯。这辽宁什么地方？你们是，啊，抚顺的啊、哦，开的房车来银滩多久了？昨天来的。啊，昨天来的啊、哦，这出发挺早的呀。不是早，我们从南方过来的。没有，不回家了。不回家。9月份这下出来到南方了。哦。回家。啊，现在准备往回走了。这叫什么？大雁北归了。跟候鸟一样。候鸟一样啊，震动的饭呢啊。哦，这叫什么房车？这叫是房车 B 型房车，这房车哦 ，B 型房车是人有房车的公告手啊咱这是自己就是说买了一个叫长安汽车，改装成那个藏车啊，完自己改一下已经了。哎呀，这种生活退休多少年了？5年啊，退休5年，跑了5年吗？厉害，你们是邻居是吧？本地的过来看看啊，和这大哥聊天，学习来的啊，也想买房车。没有，心里痒痒的话，我过去一直想买房车。银滩你过去来过没有，大哥？来过。哦，怎么样？对银滩印象？还行，这边环境、空气都好。空气都好。我听的口音有点像那个大连那个口音啊、哦，抚顺和大连很近是吧？很远，300多公里。哦，那我对这个对辽宁不太了解，我看那边的房车去啊，再看看，了解啊。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的车呢？这算是个 B 型房车，这是来自哈尔滨的啊，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太阳板，遮阳罩啊，这个人不在啊，哎。看这地方还有好多吃过的海鲜呀、啊，这是自己抓的小鱼，什么海星、扇贝壳，啊，这后面装了一些吃的东西，这个箱子挺有用的啊，可能是所有的厨具都在这里啊，这也是一个上汽大通的一个 V80，啊，这也是一个。应该是也是一个房车啊 ，B 型房车，也是哈尔滨的吧？这个车来自哪里啊？是青岛的啊，青岛的一个 C 型房车。这个主人可能到海边玩去了啊，这会儿功夫，青岛的 B 型房车，不 C 型房车这个大啊，这我估计住好的话可以住5-6个人呢。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黑 A 啊，也是哈尔滨的一个，这就是房车啊，也是 B 型房车。这个地方有个北极熊，哪个地方的呢？啊，也是黑 A 啊，咱们都是，这还晾了不少衣服啊，看来是驻扎了不少日子。这个房车呢，看起来档次比较高一些啊，家里还配了一个，还是个电动车。你好啊，大哥。能下来聊聊天吗？这是来了银滩多久了？来了2天了。我看这边还都是这个咱这个黑龙江的车还多一些啊，好几辆黑龙江的车呢。好几台。您是怎么从南方回来吗？还是刚出来呀？在南方往回家。往回返是吧？嗯、往回返，在这边扎一头。那为什么想到这也不是你的这个往回返的路线？为什么在这个银滩那边扎一头呢？这好也是车友在这边啊，有车友是吧？
说你们走五湖四海认识的人，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我看不见你的面孔，我光看着你笑，露的白牙。咱老乡唠唠嗑啥？就唠唠嗑，你要露露脸啊？这车，你的车很高档啊，看起来。哎不，这车得多少钱啊？50多万啊！哎呀，在银滩可以卖两套房子。银滩那边的房子不值钱了，现在。也有值钱的房子。也有值钱。也有万把来块钱一平米的房子，对，也有比较便宜的房子。你也是自驾玩车的？我不是，我是在银滩在这住、啊。业主哎，在这住。我这路过这，看这么多车，我过来，跟你们聊聊天。我看这车啊，哎呀，这车不错。像这个摩托车，你这车就拉的摩托车呀？哦，后排能挂个摩托车不错。那电怎么解决呢？太阳能。就是太阳能。行车都可以。啊，都能充电是吧？哦，这什么用的？什么是依维柯还是用的是 V90 啊？依维柯。依维柯的啊、哦，还带了一只狗吗？啊，狗不是你的啊、哦？我还以为带了一只狗。我经常关注过去那个8090那个微微和那个谁，那叫啥？那个小，哎，他们经常那个搞的那个，挺有意思的啊。看看，围着你的车转一圈啊。玩家，哦，这依维柯的，依维柯的底盘，这个车就是显得是漂亮一些啊。啊，这边，停了一些车啊，浙江的车，什么地方的车都有啊。啊，还有监控呢，你看每个角落都有监控。后面哦，这个托架很大，对，放一个摩托车不成问题。好，谢谢了，再见啊。啊，再见再见。